这么早啊？是啊，偶尔早起。怎么，还要跟你打个招呼啊？那当然了，你都被别人说我是你的女人了。我觉得你穿什么颜色的袜子也应该通知我一声。黑色，还满意吗？ 那是我给大饼做的，谁知道他不爱吃，扔了怪可惜的。要不你吃了吧？好。今天这场比赛，李恒硕也会来。谁？坤。 他来干嘛？不死心啊，想看看我们是不是真的在一起了。如果被他发现那并不是事实的话，你就要做他的18姨太了。18？可是他看上去是个乖孩子啊。你也说了是看上去的。他早在韩国的时候换女朋友就比换衣服还快，那是因为他从来不找粉丝当女朋友，以及他的演技一流，所以一直没有被粉丝发现。你怎么这么了解他？因为早在我之前在韩国 TAT 战队的时候。 他就已经是 TAT 战队的实习生了，所以并不像媒体说的那个样子，我是离队他才加入。这么说，我是他的前辈，也正是因为这样，我交往中的人他才不可能出手。我之前也是那样说。那你要编造这么可怕的理由之前，能不能先打个招呼啊？就你这小毛胆子，你这小毛胆子跟你打招呼有用吗？打完招呼张牙舞爪来抢手机，然后继续被他勾搭，然后沉沦成了18姨太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别说了。 嗯，但真的真不错。2020 OPL 决战平安京的直播现场，那么参加本场比赛的分别是 ZGDX 战队和蓝战队，想必大家对本场比赛已经是期待已久。 是你的相亲对象吗，成哥？嗯，算是吧。哦。合适吗？有些人太膨胀了，想要拿万年竹。我问他想不想看见明天的太阳，当我没说。成哥，什么？你这么做，你那个相亲对象不会吃醋吗？不会，我已经回绝他了。但他说他不死心，非要试一试，连电竞是什么都不知道，有什么好试的？人家找男朋友又不是找工作，为什么要知道电竞是什么？因为我任性。好，比赛即将开始，那么我们接下来进行 BP 环节，来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